我最亲爱的，你怎么了？别不吭一声就离开，这样我会不知所措。如果我真的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请直接告诉我，我还可以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在哪里？我在哪里？在哪里？怎么能放弃？在好不容易费尽力气，我们才终于在一起。亲爱的，你在哪里？我在哪里？在哪里？被经验放弃，早和你约定，不管哪里，不用怕，有我一直在陪你。Hello， 今天给你们看一些 behind the scenes， 然后其实今天我们来练我们第二个专辑，然后我现在有空，所以我就来练，就是亲爱的你在哪里。唱的就是亲爱的你在哪里，然后可能有很多人在问我为啥选这首歌。我其实选这首歌是因为我声乐老师他就是推荐给我说这首歌很适合练习我的嗓子我的声音，然后我很久了就来练这首歌，然后我以后来读一下他的歌词，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这首歌他有一个很好的成语特别适合，就是也是他的歌词，不知所措，不知所措，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然后我就去查一查这个成语从哪里来，然后我就发现他从三国志爱喜交病不知所措，他从这儿来，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意思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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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希望大家听的时候要喜欢。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即使我很久练这首歌的，但是没有觉得它无聊还是什么，就每天在唱，每一个声乐课也在复习这首歌，就希望大家喜欢，拜拜。